旁边有没有人可以直接教他，帮他做哈姆立克法？因立即在病人后面使双脚呈弓箭步，前脚膝盖置于病人胯下，上半身靠近或紧贴病人背部以稳住病人，接着一手握拳，大拇指与食指形成之拳眼面向肚子，放于肚脐上缘，另一手抱住放好之拳头，然后双手用力向病人的后上方快速瞬间重复推挤，并且随时留意是否有异物吐出，直到异物被排除。